老师们，大家晚上好，也向美国以外的朋友们说一声早上好。欢迎各位参加本次由大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和国际汉考主办的亚商联首届中文教师培训。同时得感谢北美经济导报媒体集团及 Day Translation 大力赞助与支持。我是今晚的活动主持人，我叫张小雷，我也是一名中文老师，目前任职于迈阿密的 Carrollton School of Sacred Heart。 我从十岁移民到美国，一直热爱中华文化，在十年前机缘巧合成为一名汉语老师，很荣幸能主持今晚的讲座，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一起学习及共同进步。在此我想提醒老师们，请将您的名字改为与事先报名的名字一致，因为今晚培训结束前将有主办单位提供的抽奖活动，需要您的配合，也希望老师们能积极参与下个礼拜的第二次培训，那您将有两次的抽奖机会哦。今晚我们将有五位奖金得主，13号的培训奖金会加倍，同样得奖人数也会加倍。活动结束前呢，我们会有转盘的抽奖方式，全场参与的朋友们才有机会获得最后抽奖的资格。获奖者需在场扫描并加亚商联微信，以方便领取现金小红包哦。两次培训的结业以后，我们将会发给大家一个结业证书。如果您是在美的中文教师，并需要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redit， 欢迎与我们洽询相关资料，以协助您 报取学分。今晚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精彩的培训，并有最强大的讲师阵容。首先我要介绍一下今晚的活动流程。我们将有两位老师，每位讲师将有45分钟时间的分享。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在每位讲师结束之后，我们将开放10分钟的提问环节，请老师们把你想问的问题输入聊天室，我们会集合老师们的问题，请讲师们做最后的回答。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您写在 chat 里面，可以吗？我们会有后台的主持人朱老师会为大家解答。大家都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到。听得到。听得到，可以听到。谢谢。现在看到有很多听众还没有连接您的音频，如果您听不到主持人的声音，就点击左下角先连接音频，这样你才可以听到。我们看到还有十几位朋友还没有连接，那您就听不到声音的。刘老师，您有问题吗？没事。好，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想请大家先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欢迎大家今晚来参加，请问您来自哪？美国佛罗里达州吗？还是你们是从美国其他地区呢？还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地区？哦，看到有澳洲，哇，好远哦！我刚才还看在微信群里面还看到有下雪，我们迈阿密是完全不会下雪的。再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我看到有143位已经
participate 在我们的小小的问卷。再稍等一下呢，我会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好像我们大部分是从中国来的。我们这一次是一个全球化的聚会。是的，世界各地。我看到还有越南的，对，北京下雪了。我看到还有加拿大的 Thailand 泰国的，摩洛哥的，巴巴多斯来的，加拿大、日本的、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澳洲，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真的非常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是，那您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问卷调查的结果。Yes. 想必大家对今晚的培训也是非常的期待。那么我就不多赘述，直接开始今晚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欢迎亚商联教育部主任、迈阿密达德学院世界语言系主任于学军博士为我们致开场词。于博士，好的，大家晚上好，早上好，下午好，非常感谢。首先，非常欢迎我们大家来自全球各地参加我们今年2021年秋季的国际迈阿密国际中文教师这个培训活动。在此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机构今天的主办单位叫做美国大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简称亚商联。我们这个机构呢，是一个在佛州注册的一个非盈利机构。我们的宗旨就是推动我们佛州以及东南地区，美国东南地区有关亚洲语言、文化、教育、商务的各类的交流活动，同时促进当地社区的多元文化发展和亚裔社区的发展。我们这个机构自从2020年春季疫情爆发以来，开展了系列的文化活动和社区的这个交流活动，受到了社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评。比如说，我们办了这个有关和合作机构北美经济导报一块儿办了英文的抗疫专刊，办了有关美国华人抗疫的有关的征文比赛，以及有关华人以及亚裔开展的抗疫活动的专题制作片、专题纪录片等等。这些活动就是要展示我们美国的500万华人、2000多万的亚裔美国人如何通过团结互助、贡献社区来展示我们的精神风貌。那么今天的活动也是我们教育部以及在当地各个社团支持下办的这么一个特殊活动，就是要支持美国东南地区以及其他各地中文老师进一步的提高。那么今天这个活动是我们的第一讲，我们这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讲座更多的收集到老师们的反馈。我们准备从明年继续开始举办系列的有关中文教师的培训活动，同时我们正在大力的开展有关中文的汉语考试的相关活动。这些相关的内容希望大家关注我们 GMABC， 就是我们英文这个机构的缩写 GMABC 的网站。希望通过大家的反馈，我们一块儿把海外的中文教育事业做得更好。再次谢谢大家，感谢今天参与的所有人员，希望我们都有一个非常有收获的晚上，谢谢大家。谢谢于博士给大家的鼓励。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于杰教授，他是罗林斯学院 Rollins College 教育系 副教授及系主任，他为我们带来今晚的主题是对母语非中文的学生进行中文教学的课堂教学策略与管理。话不多说，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于教授。谢谢大家。然后让我先把这个 PowerPoint 给 set up。
好了，现在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了吗？可以的。Okay, 好，谢谢。可以，可以。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于杰，现在任职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一所文理学院的教育系，我主要的研究和教学领域之一是课程与教学理论，所以说今天晚上我很高兴跟大家分享对母语非中文的学生进行母语进行中文教学的课堂教学策略与管理。不管是课堂教学策略还是课堂管理，都是两个很大的研究理论领域。所以今天我先给大家分享的课堂教学策略，主要是基于由第二语言学习理论领域的近年来最主要的研究学者之一 Joyce Newta 所提出的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学科协议。Joyce Newta 是中佛罗里达大学以所有 TESOL 项目的负责人，我几年前曾经和他一块儿合作，运用他所提出的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学科协议，对我们当地学区的老师进行了培训。我们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支持老师对于对于母语非英语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的内容，但是他所提出的这个支持第二语言学习的学科协议，其实也适用于所有对于第二语言学习的教学，也包括中文。所以说，接下来我想先给大家分享，这一第二语言学习学科协议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分析目标语言目标语言技能与学生，而这一阶段呢，分为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整理出学生在这节中文课上需要学习的特定语言技能，听说读写和语法。第二个步骤是以上一个步骤所要求的中文学习目标为基准，来分析学生在中文听读说写和语法这五个方面的当前水平。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 lesson study。接下来大家所看到的这两个 PowerPoint slide 上面的图片是来自于我儿子现在所用的一本基础的对，针对于母语非中文的学生的中文教学一年级教材的第一课。然后呢，在这张图片上你可以看到，这三个图片它所针对的内容是针对听说读，然后接下来的这两张图片是写和语法。之所以我们需要首先对我们所教授的课程内容，对听说读写语法这五个方面进行非常仔细的分析，是因为其实我们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们教学的开端是有两个端点的。第一个端点是课程内容，我们需要教授的课程内容，而另一个端点呢，是我们学生的水平。我们首先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听说读写语法这几个方面的分析，然后呢，才能够帮助我们做出对学生进行清晰、明确和量化的学习目标。比如说，我们在进行听这方面，然后首先我们要知道，在教学生听的时候，他们需要能够听懂什么内容。关于说的方面，他们需要能够准确的用口头语言表达什么内容。在朗读的时候，他们能够正确的朗读些什么内容。还有写需要掌握哪些汉字，还有语法，哪些基本的语法是需要在这个课上掌握的。只有通过课程内容的分析，然后制定出清晰的学习目标以后，然后我们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和对他们要提出的 assessment， 他们的教育评价。然后接下来我想讲的是如何分析学生的水平。
然后呢，我们首先就是要运用在第一个步骤所整理出学生在这节中文课上所需要学习的特定语言技能，来分析学生当前的水平。首先我们再回到我之前所用的那个lesson study 的例子，在上一个图片上大家就看到，在这一个教学任务是需要学生来朗读这一个儿歌，上山找老虎。然后呢，我们再分析出学生需要朗读这篇，他需要朗读，正确的朗读这个课程内容之后，然后要分析学生的水平。然后我同时用这个小朋友为例，如果这个小朋友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他的水平是他知道一二三四五，然后呢也知道上下的上，然后呢其他所有的字他都是不认识的，然后呢我们可以能够测算出来的课程任务与学生水平之间的分析，就能够测算出来他们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首先他需要学习的生词是老虎、松鼠，还有他的动词找、看见。然后呢，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然后我们就可以制定非常明确的学习目标，来分析他所需要的非语言性和语言性支持。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有目的的语言教学。其中的第一个步骤是中文语言教学支持，其中又分为两类，非语言性教学支持和语言性教学支持。因为我们这次分享的时间只有40分钟，所以我就不进行大家的讨论了。但是呢，现在我希望大家能够做的一项活动就是，大家看到在非语言性教学支持下面列出的教学策略，肢体语言包括表演、图像、运用道具和戏剧表演、体验性活动、图文兼备的图表、电脑与网络资源。我希望大家能够再回到我们之前所讨论的那个朗读任务，上山找老虎。然后大家看到，我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刚才所用的学生水平，是这个学生他只知道一，他只认识一二三四五，然后呢知道上山的上这个字，然后其余的所有生字、所有词、所有字词在这个儿歌里面对他来说都是生词。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运用这里面所提出的教学策略呢？比如说肢体语言，我们在教其中的动词找和看见的时候，怎么用肢体语言来教小朋友这两个动词呢？找、看见。然后图像中间的哪些生词是可以使用图像支持的呢？图片的呢？比如说老虎、松鼠、找。接下来是道具和戏剧表演。Skit 也就是戏剧表演，或者和 Readers Theater 读者的戏院，是我们的小学语文教学里面经常用到的两种教学策略。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首儿歌里面，我们可不可以使用道具和戏剧表演的教学策略呢？比如说很简单的，我们用我们写一个王字，然后可以贴在小朋友的额头上，或者老师贴在额头上。好，这就是老虎，上山找老虎。然后还有就是小松鼠，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毛茸茸的帽子戴在头上，哪个小朋友戴着这个帽子他就是来扮演小松鼠呢？然后松鼠有几只，然后我们可以进行戏剧表演来看，哦，这个然后我们教室里面来找一找有几只小松鼠呢。然后第下面一个教学策略可以使用的是体验性活动。体验性活动就是再以这个教学内容为例子，比如说你可以剪出几个小松鼠的图片，然后来找一找看见小松鼠，松鼠有几只，我们来数一数呢。然后接下来的教学策略是图文兼备的图表。如果这个小朋友这个学生
他知道1、2、3、4、5的意思是 1、2、3、4、5， 但是呢，如果我们的教学内容不光是让他念一念，而是还要写下来1、2、3、4、5，那么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图表，然后同时准备图片来帮助学生的学习。接下来是电脑和网络资源，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们就可以想一下，我们可以在网上可以寻找些什么样的教学资源来辅助这节课的教学。比如说对于这首儿歌，这首很有名的儿歌《上山找老虎》，我们在比如说 YouTube 就可以找到这首儿歌的播放版本，然后就可以运用课堂教学。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使用的非语言性教学支持。接下来我就想讲一下语言性教学支持。我们在进行语言教学的时候，特别是对母语非中文的学生进行中文教学的时候，我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其中的学生的学习，他的学生的水平和课程任务之间的差距，而这个差距是我们之前所讲到的在上一个阶段里面就可以测算出来的。然后呢，我们发现了这个差距之后， OK， 现在我们如果发现这个起点是学生只知道1、2、3、4、5还有上这几个生词，然后呢其余的所有生词就是他们的学习目标，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对于这个之间的差距的话，对于课程内容和学生水平之间的差距，也就是学生起始的水平和他们的学习目标的差距，我们有两种方法来缩小这个差距，甚至取消这个差距。首先就是降低学习目标或者降低课程任务的难度。我们有两种方法，两种手段可以来降低原始课程任务中的中文语言难度。第一是简化或是详细解释课程任务中的中文文本。在我过去的课堂访问中，我发现很多的中文课堂都存在一个问题，是老师都很好的使用了他们的教材，但是我们在使用教材的时候，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教师使用教材，而不是教材使用老师。所以说，一旦我们通过课程任务和学生水平的分析，发现课程过于艰难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简化或是详细解释课程任务中的中文文本。而这一简化或者是详细解释课程任务中的中文文本，并不是说要把课程任务变得更简单 easier， 而是要使课程任务变得更加 accessible， 就是更能够使学生能够接受。然后另外一个手段来降低原始课程任务中的中文语言难度是使用阶梯式问题。然后我还是用这个例子，上山找老虎这个课程任务的例子。现在我针对这个课程任务，我可以提出这么几个不同的问题。首先，在这首儿歌里面，我可以问学生，在这个儿歌里面，他们要做什么呢？答案当然是上山找老虎。然后但是如果我发现这个任务是过于困难的话，我的学生他现在只认识一二三四五和上这个字，那么我就需要降低问题的难度。那么我就会问，他们上山干什么呢？然后再降低一下难度，他们是上山找东西，找什么呢？或者再降低难度，他们猎人是上山找老虎还是找松鼠？或者直接问，他们是上山找老虎吗？他们是上山找小松鼠吗？所以这个阶梯式问题的使用，其实就是对课程进行差异化教学的一个手段。我看到有好些
朋友来参加这次培训的，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课程内容进行差异化教学，而根据学生的水平提出阶梯式问题，就是对课程内容进行差异化教学的手段之一。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课程任务和学生水平之间的差距，对于这个差距，我们可以降低课程任务的难度，或者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怎么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呢？有三个主要手段。第一，我们可以提供词库或者是生词表，然后针对下面上山找老虎这个语言任务，它的主要它的生词就是老虎、松鼠、上山、找、看见、有。然后接下来就是句式分析框架，句式分析框架就更跟语法有关系。在这段文本里面，我们可以使用的句式框架至少有三个：找，找什么，谁找什么；看见，谁看见，看见什么；有，我有什么，你有什么，什么有多少。然后接下来我在想对语言性教学支持给大家分享几个建议，而这几个建议也是 Joyce Nyota 在他的第二语言学习理论的框架里面所提出来的。首先是起调，教师必须对于自己在课堂上所使用的中文语言的复杂性、准确性及其对于学生的难易性有着清楚的认知，这样才能在教学中精准的选择和使用中文课上的中文语言。这个关于音调的比喻呢，其实就类似于唱歌一样的，我们要针对老师要针对学生的水平来起调子，这个 key 不能起得太高，也不能起得太低。接下来呢是速度控速，这就要求教师掌控好中文教学的进程，尤其要时刻关注学生的理解有没有跟上。比如教师要善于对教材中的原始中文文本进行再加工，来保证学生的理解，不时对学生进行关于课程任务的提问和提供互动的机会，来检查他们的学习成果，给学生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和思考新的语言学习任务。然后接下来是定量，这就需要教师准确地确定学生在这节中文课上需要接受的中文输入与之后产生的中文输出，也就是说，教师需要向学生提供什么样和多少量的中文语言教学输入，以及学生应该产生的中文学习成果。因此，教师应对每一课都制定出清晰、明确并量化的学生中文学习目标。最后一点就是和文化背景相关了，向母语非中文的 学生提供他们需要知道的相关中文文化及语言背景知识，以及中文，比如中文中不同量词的使用。我看到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使学生能够真心的通过对文化的，对中文文化的喜欢来进行中文的学习。我在这里想给大家阐明的一点是，我们经常觉得语言学习是为了是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的了解，但是这里我有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是的，对于一门语言的学习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门语言背后的文化，但是其实真正能够驱使我们去学习这种语言的是那个语言之后的文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让学生真的能够持续性的进行他们中文的学习，我们就必须先让他们对中文文化感到兴趣，然后这样才能够激励他们在中文学习的道路上继续进行下去。所以说在文化学习在某种方面上甚至要领先于语言学习，
至少文化学习和语言学习是必须同时进行的。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语言学习的时候，一开始的语言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去选择跟中文文化相关的语言文本来进行学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比如说各种的节庆，还有我们的各种的传统节日，还有服装、食物，这些与文化性的文本应该是我们首选的进行语言教学的课程文本。然后呢，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我们在谈了对中文教学的语言性教学支持之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第二语言学习习得领域的一个可以说是奠基人吧，当代奠基人之一的Krishin 所提出的语言学习理论。现在他所提出，我想给大家分享的这两个Krishin 对所有对于外语教学，就是包括对于母语非中文的学生进行中文教学的我们需要了解的教学策略的两个教学策略是注重使用可理解性输入，避免可能产生的情感过滤来阻碍学生的学习。而这两个点其实现在已经成了美国教师资格考试中的两个必考的知识点呢。首先我想讲的是可理解性输入。Krishin 认为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中，教师所提供的所有教学输入都必须是能够被学生理解的。因为我们学习只有一种途径，包括我们的语言学习都只有一种途径，就是我们能够理解教学输入。所以说刚才我所谈到的如何对中文文本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没有了？对，于老师您可能要再分享一下。对，没有了。让我回去一下。好了，现在有了吗？有了，现在有了。好，谢谢。刚才我所谈到的就是对于中文教学的非语言性和语言性输入的重要性在于，他们就可以帮助老师把需要教学的文本变成可理解性输入，这样子学生只有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学习，才不会产生畏难情绪。而另外一个点就是情感过滤 affective filter。 affective filter 的意思就是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任何负面情绪，尤其是焦虑感，是可以阻碍甚至彻底阻止学生的第二语言的学习。比如说有一个问题我想让大家都思考的是，在你们的中文课上，尤其是当你们的学生的母语都不是中文的时候，你们怎么才能够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能够不害怕能够不害怕在中文学习中显示出自己的口音，甚至给出错误的答案呢？只有当学生他能够很 comfortable 的来进行学习，甚至不害怕犯错误，不害怕说哎，我现在讲的这个语言，我现在发音的这些词可能是有口音的，没有关系，然后但是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是不会嘲笑我的。所以说如何创建一个低焦虑度的课堂，而不会让那些比如说焦虑害怕犯错误这些负面情绪来影响学生的学习，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中是尤其重要的。
然后呢，接下来我想，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谈的是刚才我们谈了语言性教学的各种策略，接下来就是如何使用这些语言性教学的策略的支持。再回到我之前的 lesson study， 1、2、3、4、5上山找老虎的这首儿歌，然后呢，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slide 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语言性教学，三种不同的语言性和非语言性支持。我有图片，老虎和松鼠的图片，然后呢，我还有在 YouTube 上上山打老虎这首儿歌的视频，然后呢，我还有生词表，老虎和松鼠，然后呢，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教学支持，那么怎么使用呢？首先我们就要考虑到使用的人群，针对哪些学生使用某个特定的语言性和非语言性支持。比如说，哪些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教学支持是可以用于全班所有学生的？比如说，如果我发现班上的所有学生，对于班上的所有学生来说，老虎和松鼠都是一个生词，那么就会决定，好的，我会使用图片，还有下面的这个生词卡，对全班同学都使用。补充性的教学支持是那些额外性的语言性或非语言性的教学支持来提供给全班。这个教学支持呢，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就发现，我在这个课堂上，我只是要教给学生如何朗读老虎上山打老虎这个儿歌，但是呢，我在 YouTube 上发现了老虎上山打老虎这首儿歌的不同版本，然后呢，我就希望学生在学习课堂的规定内容之外，也能够去学习一下我这首儿歌这个课堂文本之外的不同的版本，来扩充他们的知识，来丰富他们的知识。然后我就可以决定，好，在这三个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教学支持里面，我就会把这个YouTube 的这个 video 作为补充性的教学支持。然后什么是差异化的教学支持呢？就是我就给班上的不同学生提供不同的教学支持。在我的这个班上，我可能会发现有的学生已经知道了老虎和松鼠这两个词，而且还会正确的发音。有的学生呢，他是听说他知道老虎和松鼠，知道他们的意义，听得懂，但是呢，他不认识。有的学生呢，是根本既不懂这老虎和松鼠这两个词的意思，然后呢，也看不懂。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些不同的教学支持发送给不同的学生。对于不认识这个字的学生，老虎和松鼠，我就会给他们这个卡片。然后对于既听不懂也看不懂这两个词的意思的学生，我就会给他们又发卡片又发词。然后对于已经比较 advanced 的学生，我就会给他们这个 YouTube 的这 video。然后我们谈了对不同人群的分层教学知识，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时间这个点。什么时候使用这些不同的语言性和非语言性教学支持？我们还是用这个例子。如果我就发现在我这个班上，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刚刚开始学中文，他对中文学习有畏难，而且也不感兴趣，上课也不感兴趣。然后呢，我就决定，我就打算把 YouTube 这个 video 在课前就先发给所有的学生，包括他们的家长来分享。然后课中呢，我会使用这个图片还有这个卡片，课后呢，我还会把这个卡片，图片就不发出去了，但是我就把卡片再发给所有的学生和家长。然后由何人来主导这些不同的教学支持呢？
作为老师，当然我们会主导所有的使用和管理这些不同的语言性和非语言性的教学支持，但是对于母语非中文的学生进行的中文教学，尤其是海外的中文教学，比如说美国，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中文，在美国的在海外的中文学校都是一个星期只给学生上一次课，这个就跟学生平时的学校学习是很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平时的学习它是周一到周五，而且他们的学校的学习有一整套的系统，就是教育评价的系统，包括考试，来保证他们是在不断的进步在这个 track 上的。但是我们一个星期只见一次面的中文学习课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学生父母是中文学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学生父母或者家庭的合作的话，几乎可以说在海外的这种每周一次的中文学习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说我们老师如果是在海外进行中文教学的话，我们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向学生家长传达这种和老师必须密切合作的需要。因为家长他们是愿意和你合作的，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合作，所以说你就直接告诉他，我每个星期会给学生还有你作为家长布置的任务，我们必须一块儿合作，然后来帮助学生的学习。然后再回到这个例子，你就告诉家长，好，课后我会把这个生词卡老虎松鼠发给学生，你呢就必须周一到周五每天或者隔天必须抽查检查，让学生在家里写或者听或者读给你听，还有这个 YouTube 的 video 也发给家长，然后就告诉家长你要放给学生听，然后这哪些是我需要你来和我一块合作做到的。接下来我们还有十分钟，让我来八分钟来我接讲课堂管理策略。课堂管理策略我先想讲的是如何建立一整套的课堂管理规章制度。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很实用的建立课堂管理系统的框架 CHAMPS。 这个课堂管理框架是在美国的中小学，尤其在小学里面是特别流行或者实用的。然后呢，它这个框架的特点就是根据这六个方面，学生在学校中的讲话，如何寻求帮助，活动，然后就是移动，课堂参与，还有他的行为标的，这六个方面对学生进行不同程度的要求。时间有限，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学生的讲话或者是他们的声音的控制。在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规定，你们就可以这么五个刻度，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零是我需要你不讲话的时候就是零 zero， 然后你可以小声自己默读，小声的默读的时候是一，你跟你的同伴讲话的时候是二，然后你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你声音可以达到三，然后你在课堂上我需要你大声讲话，大声朗读，大声唱歌的时候你是四，这样子你在课堂上就可以随时提醒你的学生，好，我们现在是 zero 不能讲话，现在我们是小组讨论，请使用 level 3 3的我们的讲话的程度。然后呢，我在这张 slide 上你还可以看到我在旁边还有一个表，是一个是某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是一个例子，就是你可以根据这六个维度来设计你自己的课堂管理体系。而这个课堂管理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就相当于我们中文的说的给学生第一节课一开始你叫做好规矩。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高效的课堂管理体系是我们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的非常必要的保障。然后呢，现在我想讲一下课堂管理仪式。
对于海外教学的中文老师，尤其是美国的中文老师的话，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你们的课堂管理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找到适用于你和你的学生的课堂管理仪式。比如说我们在美国的小学里面经常的最常使用的两个仪式之一，就是当你需要得到学生注意的，就是一二三 one two three eyes on me， 一二三眼睛看哪里，然后同学们就一起说一二三看，一二三看老师，看这里看那里，就是你要给大家建立起这种仪式。一旦你建立起这种仪式，你就不用去再三跟大家说现在我需要你们的注意，现在看，只要你一开始这个仪式一二三看哪里，大家都知道一二三看看那里看这里，大家马上就安静下来了，就可以非常的有效的把时间都用于课堂教学而不是课堂管理。然后另外一个仪式在美国小学经常用的就是 coyote， 只要你做出这个动作，一个狐狸头的动作，你不要说任何话，老师只要做这个 quiet coyote， 大家马上就知道是 zero silence， 彻底安静下来，立刻听老师 focus quiet coyote。然后课堂管理的工具呢，我下面介绍了一些，我来非常快速的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抽问的冰棍筒，这个工具呢是主要是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给每个小朋友平均的课堂回答课堂提问的机会，这对于中文教学与这对于语言教学，尤其是中文教学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们希望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得到同等的来展示他们学习输出的机会。然后呢，你就可以在一个桶里面放上小木棍上呢贴上每个学生的名字，然后在提问的时候就把这个桶拿起来，然后从里面随便抽一个就提问，随便抽一个就提问。你要直到把这个桶里面的所有棍子都抽完了之后，然后才所有放回去又开始抽，这样就可以保证你把每个学生都有同等的课堂参与的机会，而这样子就也就避免了你只抽你那种积极回答问题的，或者是你喜欢的学生的老师抽他们回答问题的可能性呢。第二个是教室分组，这个分组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中文学习里面经常要学生进行分组的学习，那么呢我们叫事先进行分组而不是当场进行分组。事前进行分组呢有两种分组的标准，一个是同质化的教室分组，也就是说你根据学生的水平兴趣来进行分组，比如说我可以把程度最低的小朋友分到一个组，成绩中等的分到一个组，成绩最高的分到一个组。当然了，你的分组的名字不要显示出他们的水平，你可以用原色红绿蓝，然后呢根据小朋友的兴趣来分组，喜欢小汽车的分到一组，喜欢公主的分到一组。然后呢还可以使用另外一种分组方式，就是意志化的分组，就是随机打乱，你把每个比如说保证每个组里面都有积极回答问题的，也有不积极回答问题的，有水平高的也有水平低的，这就是意志化分组。分组好了之后，事先就跟他们 说好每个组是如何分的，叫什么名字。你不需要跟他说 你为什么这么分组，只跟他说每个组，比如说红组是这些人，然后 小汽车组是这些人，然后呢每次活动的时候根据你的教学内容来选择你想选择哪种分组模式，然后就直接说好我们进行颜色分组，大家就进入红绿蓝，好现在我们进入就是兴趣分组，然后大家就进入小汽车分组。然后接下来是同意卡和不同意卡，然后在这张 slide 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写的有各种，就是有红色和绿色的同意和不同意，大家就小朋友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来显示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在外语教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因为学生在外语课上他就会经常害怕回答提问，因为他害怕错误，所以说他有时候他不懂，他会
假装说我懂，然后你使用这个同意卡和不同意卡，你让学生来显示。好，老虎这个词，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就显示同意；你不知道，你还是不能够写，就显示不同意。告诉学生，他们把卡举起来的时候，只有老师能够看到，他们互相之间是不能看的。这样子，你就可以立刻看到班上有多少小朋友已经掌握了某项知识，哪些学生还没有掌握，然后的迅速用这个形成性评价的结果来影响你接下来的教学策略。然后接下来就是摇铃和课件里的计时器，就是帮助你进行课堂管理的。左老师，我知道我应该到时间了，但是我可不可以再讲三分钟？我想把两个 app 给讲了。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好，谢谢。然后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两个课堂管理和教学的 app， 一个是 Class Dojo。 对于那些还没有使用过 Class Dojo 的老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Class Dojo 可以迅速的让可以特别有助于你进行课堂管理。它可以在这里我贴了几个截屏。首先你可以用这个 Class Dojo 给学生和老和给学生还有家长发布他们的任务。这个 app 是学生和老是学生老师家长他们都可以上的。然后呢你可以给他们发布任务，跟他们说好，我们这个学期学了什么，还可以发照片，哎，这是我们进行的事。然后呢还可以 与家长，就是我下面的右下角的，就是你可以跟家长进行直接对话，一对一的对话。哎，我觉得小朋友今天这个学的怎么样，你要注意的是哪些。然后呢他还可以直接给小朋友根据他们的课堂行为给他们的分数。一开始你就可以在这个 app 里面设定我哪些课堂行为小朋友是可以拿分和不拿分的。比如说做了作业就给分，帮助了别人给分，然后上课不讲话，就是老师叫你不讲话的时候你就不讲话，然后老师叫你发言的时候你就发言，然后你各种你想。然后这个 app 可以让老师很轻松的在上课的时候就直接根据学生的行为给他们的分数，然后这个分数呢直接就反馈给学生和家长，家长也是可以收到的，然后就可以帮助你的课堂管理。我知道很多老师可能现在尤其是在海外的，包括在中国的，很喜欢用微信作为对跟家长的交流平台进行课堂教学。作为一个师范教育者，我是不支持这种选择的。因为我认为一开始我们就要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就要给家长和学生同时给他们树立一个观念。尤其是如果你是在中文学校教书，只是在周末才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是非常正规和学术性的教学的，我是你需要非常 serious 来对待的。所以说不要使用，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使用 app， 使用微信作为教学和交流平台，而是使用更加专业化的教学 app。 比如说 Class Dojo， Class Dojo 在美国的中小学也是非常流行的，而且 Class Dojo 是可以实现你之前在微信上所使用的所有的功能，甚至还更贴近于教学。然后最后一个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Sisal。 我知道我已经 run out of time 了。然后这个 Sisal 这个 app 它是既可以运用于课堂管理策略，既容易可以运用于课堂管理，也可以运用于课堂教学，关键是还可以把老师和你所教学的领域，在这里我们所谈的就是中文教学的各种的教学资源给联系起来。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了，但是待会儿左老师会和大家分享的我的这个 PowerPoint 的最后一页列出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 links， 它就是告诉你怎么 set up 这些app 的使用，然后还有就是具体的信息。好了，不好意思超时了。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于教授与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经验，然后让我们受益匪浅了。我觉得星期一有一些小活动呢，我就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马上开始使用了。我相信很多老师们也跟我有同样的想法。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后台小主持人朱老师来提问老师们关切的一些问题。好的，好，谢谢张老师。好的，谢谢于老师的分享，想必您的中文课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生动啊。我们已经听了很多干货，我们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说真的是满满的干货，然后大家一定是很有启发的。然后现在大家听众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想向于老师请教，那么接下来是我们提问环节。那么现在大家都可以把你的想要问的问题打在我们的聊天室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提问机会会非常的有限，请大家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另外希望大家提的问题呢尽量的简洁明了，避免冗长的阐释。于老师，在您演讲的同时呢，我们已经在培训前和培训中收集了一些观众的问题。首先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中文教学更有趣，如何激发学生学习中文的这个动机。我觉得您刚刚已经在怎样建立 motivation 上面，怎样让课堂更有趣分享了很多干货。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有一个问题是在课堂上如果发生了文化上的冲突应该如何合理化的化解，你有什么经验和案例可以分享吗？我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 context， 因为之前我大女儿去上中文学校的时候，她开始也有畏难情绪嘛，然后她就不愿意去上，她就问她爸爸一个问题，她就说我们在美国又不使用中文，为什么我还要使用中文呢？然后她爸爸就跟她说，因为中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呀，是我们的，是爸爸妈妈的祖国呀，所以说你是要学习。然后小朋友就直接问了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是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我们要搬到美国来呢？为什么我们就是？所以说我很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文化，就说这个文化这个问话的他这个问题背后的 context。我的建议就是对于这个文化冲突的问题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老师可以直面这个问题，直接回答，老师就直接说对于这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的，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这是老师的看法，老师是来自中国的，然后呢，老师很爱热爱中国文化，然后跟他分享我热爱中国文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从事中文教学这个，我来选择教你们中文。然后呢，就直接跟他说，这就是我对于你所说的中美文化或者中国和任何文化之间的这个差异，我的想法。当然了，你的爸爸妈妈或者其他人可能有不一样的想法，但这就是我的想法，而且我希望传播的是什么。我认为这种真诚的直接的对话是能够让小朋友感受到你的真诚和你的认真对待的，他们也会认真对待的。对，谢谢于老师，我也非常的同意，就是在让小朋友觉得互相有尊重 mutual respect， 然后大家就会理解，然后要很勇敢的大家的说作为老师说出来，然后让大家互相的理解。好的，谢谢于老师。然后在聊天时有一位朋友张辉宁想问于老师，在给学生额外的词语或资料的时候如何能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可能他是在问如何，就是比如说要给他们增加难度吧，如何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就是对于学习的自尊心和对学习的兴趣。这个其实我在之前的这个稍微讲了那么一点点。在上课的，我认为在中文课的一开始就要告诉小朋友，告诉学生，语言学习是很困难的。所以说，你就说，
比如说老师是中国人，老师的母语不是英语，我学英语然后也中间也经历了很多困难，比如说 我讲一些话也有口音也有 accent， 但是都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学习过程必经的。所以说让小朋友让学生知道，如果你如果出现了任何挫折或者困难，说或者 老师要给你加码要给你加东西的话，你都不要觉得有畏难情绪，也不要觉得有恐惧的情绪，然后要让他们知道。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词啊，原谅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很适合的中文词语来形容 productive struggle。 productive struggle 就是说很有学习性的挣扎或者说是困难。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学习中没有不觉得困难，不觉得挣扎，不觉得，那么你就没有在学习。如果你现在你在 struggle 了， congratulations， 恭喜你，你正在学习了，你正在进步了。对，主要是不仅是让他们要心理上克服这个困难，老师还要进行像您一样就是多鼓励，鼓励鼓励再鼓励，然后增加他们的学习自信心。好的，谢谢于老师。聊天时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学习汉字太难啦，然后拼音对初学者太难啦，你有什么特别好对初学者的建议吗？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哦，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好。我对这个问题的建议是，我认为拼音学习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还想提另外一点，我认为写字和认字也是非常重要的。我注意到在我们的对母语非中文的学生进行中文教学的时候，很多老师一开始都很注重于朗读，我觉得朗读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拼音，然后拼音和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子只有他们能够能读能写能认了之后，才能够加大Christian 所提出的可理解性输入，才能够有利于学生的教学。好，谢谢于老师的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很遗憾不能让每位同学的问题现在得到回答。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请继续放在聊天室，因为我们在活动结尾的时间会有自由交流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互动。好的，谢谢于老师。我再讲一句话，我看到了大家在聊天室提出的问题，然后呢我接下来我会在聊天室进行回答。谢谢你，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要给你两个赞。谢谢。现在我想请大家可不可以打开您的视频呢？因为我们这个讲座真的是精彩，然后又太棒了，所以我们希望也能与大家拍个照留念。所以我们一共有很多很多的学员，一共有我的电脑上面有六页，所以您打开了以后要请您保持微笑，一直到我可能要说一二三六次，不好意思啊，就请大家打开您的视频保持微笑。好，一二三，sorry 再等一下啊，一二三，第二页，保持微笑哦，一二三，好，第三页，保持微笑。第三页有很多人还没有打开你的视频哦，你如果还没打开视频，请麻烦您打开您的视频。再给你一秒钟。一二三，好，那么很多第四跟第五页呢，还有很多人没有打开您的视频，可能不方便，那么我就先把截屏到这里了，谢谢大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有
刘小龙先生，他是汉考国际考试全球运营及市场总监，中文联盟秘书长。喂，哦 ，sorry， 那我再回来。他今天带来的主题呢是搭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球中文测评服务体系。So, 欢迎刘小龙老师。好，谢谢张老师。我的视频和声音都没问题吧，张老师？没问题。好，我先共享一下屏幕。好，非常荣幸受美国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的邀请，参加2021年首届中文教师培训。各位老师，晚上好。因为美国时间现在是晚上。我觉得这个疫情啊，让我们这个见面，特别困难，但是有时候感觉也特别容易。很难是因为咱们现在面对面的见面确实是很困难。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出差去美国应该是2017年，也大概5-6年的时间，没有那个到美国了。那么很容易呢，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网络的形式啊，打破了我们现在空间的这种限制，让我们很容易就在网上见面。我也非常感谢这个主办方的邀请。看到这个活动过后呢，我自己觉得还是很兴奋的。因为我本人也是第一次以这种网络的形式参加美国的中文教师培训。那么我其实今天要讲的内容并不是从教学的层面来讲，我可能主要是想介绍和分享一些与中文学习相关的一些资源，可能对我们的老师是不是有一些帮助。那么在接到这个任务过后，我其实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要介绍一些什么样的内容，能满足咱们中文老师的需求。那么希望能对大家其实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有一些帮助。那么最后呢，我想从两个角度来介绍，一个是从学习者的角度来介绍，那就是说我们在给学生教中文的同时，那学生他学完中文，我们到底能给他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给他带来一些什么，我觉得就是两个字，我们能给他一些新的一些机会。那么第二个是从教师教学的从这个教师授课的这个需求的角度，那么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一些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老师，让辅助他们更好的去从事教学。那么我们就切入今天的主题。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叫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全球中文测评服务体系建设分享。那么主要的内容有三个部分，那分别我会介绍我们的这个考试，就是考试的一个介绍，第二个是我们的一体化服务，和最后为什么要选择 HSK。 那么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汉考国际。我所在的这个单位叫汉考国际，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的考试服务公司。那汉考国际呢，是成立于2007年，是由是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提供中文教育考试研发、课程的开发、技术的研发、教学的实施、市场的推广。那么主要运营的考试包括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YCT 这些考试，那么其中也还包括面向老师的国际中文教师的一个认证考试。这个是汉考国际目前的主要的传统的，我们叫传统的业务内容，主要是包括这几项。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汉语考试的一些发展的情况。咱们那个汉语考试啊，实际上是
从第一次考试在海外是在90年就在海外开始正式的考试。这个数据我们当时是从因为当时在海外的试考的一些数据没有统计进来，这个我的 PPT 上的这些数据是从99年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汉语考试的这个发展还是比较就是说可以说比较快的。我们在99年的时候海外的这个考生大概也就是在万人左右的这个规模，但实际上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个2019年是我们考试的一个最高峰。我们的全球就是自费参加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学生已经达到了80万人，这是一个顶峰。那么其实我们还为海外的一些中文学习者，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是一些模拟和一些免费的考试，这个数量比较大，就大概每年有300-400万人。也是截止到2020年底的全球考点的一个数量是我们在已经在156个国家我们设立了1207个考点。这个是因为这两年因为疫情，我们20年和21年的这个考生的数据比19年是有减少的。那么好消息是在21年4月份的时候，全球汉语考试的人数已经恢复至2019年的同期的水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各个州的一个考试的分布情况。美洲是比较少的。美洲其实在疫情前一年的考量的规模大概是在3万多人，占比要比这个高一些。这两年主要是疫情的原因，很多地方其实是没有开考。但是我看因为我们后期提供了一些比如说像居家考试这一类的考试服务，那么也越来越多的这个考点已经在逐步的恢复考试了。那这个是美国的一个考点的这个情况。美国考点可能会有一些更新的情况，因为我们近期也在不断的去建设考点，还有一些考点因为原来协议到期过后也在重新的续签。这个是我们最近统计的一个美国考点的一个情况。我们美国设立的考点目前有59个，那当然还有一些分的考场。那么因为咱们其实老师们都是在各个学校教这个中文的，也欢迎你们比如说有这个测评需要的话，也可以申请汉语考试的这个考点。比如像这个左前老师他们就组织的比较好，他们在迈阿密地区也将一些比如说我们开了中文课程的一些学校也把我们的一些考试也做了一个就是推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因为我们觉得这个老师的这个教学就是教学的这个成果，我们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可以测评的一个考试，他来去向去来看这个学生的这个水平是不是有提高的。其实汉考的这个考试的那个类别也比较多，我觉得是可以适合我们这些考试需求的。比如像我们在美国，我们和美国犹他州在疫情前的时候，每年他们都组织整个犹他州学习中文的学生参加我们的这个叫 YCT 中小学生的一个考试，那个考量也比较大。每年犹他州光这些学生他参加统考的是组织这个州的统考，每年大概有10000多人。疫情过后呢，最近他们又在想恢复这个美国犹他的这个考试。这个是美国的一些就是我刚刚介绍的一些考试市场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个只是美国的2018年的时候，大概美国的这个考量有10000人，到2020年的时候有4000多人。其实合格率总体来说我们也做了一个分析，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也符合我们在这个中文考试在全球的一个各个级别的一个合格率，就是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应该是都是在70%左右。但实际上我们感觉啊，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北美的这个市场啊，其实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我们从我前面介绍的这个汉语考试的这个发展趋势，我们也可以看到每年的这个考生的这个增长
增长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快。包括我们现在其实海外的这个华人他们的孩子有些现在也在越来越多的在参加我们的这个中文考试，因为我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华人的孩子他也愿意在大学的时候回到国内比较好的这个大学来上学。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也欢迎比如说我们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老师，如果你们有这种考试需求的话，一呢也可以跟美国现有的这些考点去联系，那么第二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后期我会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那么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其实也在一直坚持为海外的这些考生提供我们的这个考试服务。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纸笔考试在海外举办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为了保证这个考官和这个考生的安全，我们也要求考点在组织考试的时候要有一些防疫的这个措施。我们都可以看到其实是比以往的这个考试要更加的严格，比如说我们会对考场去进行消毒，我们这个座位的排列我们是分得比较开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这个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居家网络考试的服务，就是说考生他想参加这个测试，他不再需要去考点现场去考试。这个左前老师他们比较有经验，因为他们已经组织很多次居家网考的这个服务了。我们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方式和这个技术也都还是比较成熟。我们自己也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自信哈。我们其实从2020年在这个疫情过后，我们应该是属于这个全球这个语言考试里边其实推出居家网考最早的，而且相对来说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这么一家语言考试。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中文考试，其实我们在三月份已经开始推出这个居家网考的服务。像这个托福他们、雅思他们，其实他们从四月份开始，他们逐步的去做了一些尝试，慢慢的他开始了这个居家网考的服务。那么我们其实这个居家网考现在覆盖面也比较广，其实从去年以来已经大概就是到最新的数据应该是大概有10多万学生通过这种形式来参加我们的考试。那么第二个其实是我想讲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学生其实一直在学中文，他其实最后学中文他可能会有一些内在的自身的一些动力。他为什么去学习？我觉得他可能更长远的，在我个人看来，他可能是对了，比如说未来的一些求学，那么和未来的一些职业发展方面，他其实从长远的看，他是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会觉得，比如说我学习中文，包括我学习其他外语，是不是能给我带来一些未来的一些发展的一些机遇。所以呢，我们其实也不光是从这个考试的角度，我刚刚说我们原来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考试的服务，那么我们现在也从这个考试的服务向逐步的去拓展到教学考留学实习就业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服务。那其实也为我们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机遇，那么同时呢也为我们的这个老师，我们其实也是提供更多的一些教学的资源。这个是我们目前这个考试，因为我们按照这个全球缴费考生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已经成为了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每一个中文老师都比较自豪的。我相信大家都学过这个英文哈，我们这个学习英文的这个应该也还是我想每个人的理解和体会都比较深刻。我们现在也是全球的第三大语言考试，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比较怎么说，我觉得也是比较自豪的一个一个点吧。但是我们实话实说，我们和雅思包括这个托福考试，我们还是在数量上我们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差距越来越小，而且我们也分析了这些年我们跟他们之间的这个增长的水平，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增长水平是要高于他的，也说明这个中文在海外其实学习的需求还是在不断的提升。
我们的考试的类别可能我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主要是分为针对学生的这个考试和针对老师的这个考试，一共有六大类别。那么我们现在拓展的呢，其实我们就是说不想说我们只是提供一个考试的一个服务，我们希望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更多元，给老师提供一个多元的一个资源。所以呢我们比如说给中国的院校提供了一些面向海外的一些宣传和一些招生的服务，那么我们也给老师提供一些比如说到海外各个国家，因为我们考点覆盖比较广，而且有些大部分都是比如说在当地的这个 K12 的中小学，有些是在大学，所以机遇也比较多。我们也向海外的，我们也向这些中文老师提供一些交流的一些机会。这个是主要的我们几个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些就是综合性的一个相对于我原来传统的考试以外的一些服务。那比如说我们会给这个海外的这些学生提供留学中国的一些资讯，我们会组织中国最好的大学去做这种在线的宣讲会。19年的时候我曾经带团到过美国，就是去做这种就是做这种招生的一些宣传。因为这个现在中国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学校的这个排名其实是每年都在上升，而且就是前100的学校里边按照这个QS 的这个排名，其实已经有六个学校进到 QS 的前100，而且这些学校这个就是排名上提升还是很快的。但是各个学校在国际化的宣传方面，相对海外的就是相对海外的我们这些学校的宣传还是有滞后的。所以我们也在希望说中国的这个教育能走向海外，我们也给海外的这些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那么这个考生群体其实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群体。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给老师提供的一些中文教学的一些资源，还有国际教育的一些资源，包括这个中文教学的这个资源，我相信各位老师可能比较感兴趣。那么我在后面也会向大家去介绍我们到底给老师提供了哪些教学的资源。那么第二个部分的第一点就是国际中文的教与学习，就是教学与学习。我不知道就是海外的咱们现在这些老师有没有关注过我们在今年3月份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的标准。原来的这个考试呢我们是分级为1到6级，那么其实未来的这个考试我们是想拓展到9级。因为我们发现学生学到一定的程度过后，他参加完6级考试，他其实在上位的部分是有缺失的。就是说这个也是跟中文教育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说学习的程度和水平也是越来越好。所以我们中国教育部是在今年7月正式实施的，今年3月发布，今年7月正式实施的国际中文教育水平等级标准。那么未来我们其实在明年我们就会有这个7到9级的考试的这个推出。那我觉得考试呢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其实我们前面说了是一个很好的评价老师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我们不能说是老师教学的质量，我相信老师其实各个都有自己教学的一个方式，我觉得是检测学生水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标准。因为也都是分级的，而且为我们将来学生的学习他有更多的参考。比如说我们考生考完过后，我们现在会给他们出具一个诊断分析报告，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考生的是我阅读的部分某些知识点掌握的不太好，那么我们可以重点的去对这些学生去进行一个重点的一个教学。我觉得这个考试它其实不是目的，就考试后期的这个诊断分析，我觉得对老师来说是很有用处的。我们现在也在给比如新加坡他们就提出了这个需求，我们在给他们的这些学生参加完考试过后，我们都会统一的给他们出具针对学生的或者是针对一个班级或者是一个学校的一个诊断的一个分析报告。
那么在考试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还研发了 HSK 的标准的教程。其实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标准教程啊，大家可能觉得是一本书，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在这个 HSK 标准教程的基础之上，包括 YCT 的标准教程的基础之上，我们开发了很多老师可以使用的课件。有比如说有老师教学用的 PPT， 有老师可以在线教学的这个教学资源和学生参加练习的这些资源，全都是电子化的，而且我们都未来会放在这个平台上，为特别方便老师去使用，就是说老师完全可以参照我这一本教程，比如说 HSK 一级的，我分了比如说多少个课时，几十个课时，老师就按照这个教程去进行教学就可以，非常方便老师的使用。这个是我们 HSK 标准的一个教程，大家可以看到屏幕的左边是这个书，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书本。第二个就是右边这部分就是我们新开发的一些电子类的这个教程，我们也可以提供给咱们美国的这些老师可以去用，你们去看一看这个是不是符合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中小学的教学也好，大学的教学也好，因为它都是分级分类的，我们都有相对应的这个教程可以用。包括我们还在中文联盟的这个平台上，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学习的资源，因为毕竟我们是教中文，那么我们可能不光是给学生要传达的是一个语言的水平，我们可能要介绍中国，对吧？我们比如说我们要介绍熊猫，我们要介绍高铁，我们要介绍现在的 5G， 我们介绍互联网，其实这一类就是比较当代的中国，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教育资源在我们中文联盟的平台上，包括汉考国际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其实是都有的，有一些是现成的一些我们录好的一些视频的一些AI 的一些课程，这个我觉得是老师们应该有一些学习，还是就是这个方面的需求还是比较多。我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美国的一位老师联系我，他就想给学生他们几个学区的这个学生组织，比如说两周的这个在线的学习，他比如说我们会选择成都，那么成都有什么呢？可能就是大熊猫，我们可能会有一系列专门和语言配套的一些我们叫文化课程也好，旅游课程也好，和它结合到一起，学生就会感觉很有兴趣来参加这个活动。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针对这些教程的一些专门的一些讲座。那么我今天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些资源哈，其实我们会有很详细的一些针对老师的一些比如说培训也好，或者是一些资源的讲座也好。这个是我们最新我为什么把它放上来呢？因为这个平台是一个 K12 的一个教育平台，我觉得特别适合在中小学生这个里面教学的这些老师去用，它叫我会中文。我会中文它其实是由这个英国的德威教育集团它下面的一个在中文板块的一个平台，这个也里面有它的这个二维码，这个就是我刚刚说了。我们因为他跟我们合作，把我们的一些课程放到了他们的平台上，他其实这个平台上有老师特别想要的，比如说我的备课，我的批改作业，我把所有的这个学生放进去，将来我要给学生要写的报告，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去完成，它的功能也是还是比较强大。最近他们正在做这个系统版本的更新，应该是在1月1号过后，它会有一个新的版本上线，这个也他们的二维码和网站，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因为目前它是经过我们认证的，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在今年1月1号就是12月31号之前，他都会免费的为我们的学校去提供你可以去用的一些学生账户和老师的账户，让他们可以去体验。这个是
对学生来说，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是比较有用处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也是在我们老师教学之外，如果学生他会考虑到自己未来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发展和未来对中国相关的一些事情，我们实际上是可以给他拓展这个服务。这个是我前面讲到的，每年我在19年的时候，我会组织这个中国最顶尖的高校，比如说像清华、像北大、像复旦、交大，就每一次我们大概会组织20多个学校到海外的各个地方去做中国留学中国的一些宣传，就是宣传你可以未来到中国有一些这个学习的一些机会。比如说像比如说这个复旦大学说我这个本科入学我有什么要求，对吧，他们都会把这些像我们的学校，特别是像我们的中文老师，可能讲清楚各个学校的一些招生要求。我们这个是我们就是每年19年的时候最高峰大概去了20个国家，其中也包括美国。我们每年大概都会组织7到8场这样的活动。疫情期间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宣讲，一些宣讲会。那我在这儿也插播过广告哈，我们也是跟这个这次活动的这个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其实我们也正在筹划，我们要在1月份的时候要组织一个线上的宣讲。那么我们比如说会要求，我们会邀请比如说像清华大学、北大、复旦、交大，像这一类的比较好的，我们说叫中国的一流大学，我们请他们来做线上的宣讲，看看他们对这个海外的学生学完中文，如果愿意来中国进修汉语也好，来读本科也好，读硕士也好，看看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其实从2020年疫情过后呢，我们就一直在做这个活动。现在这个活动每年我们线上的活动举办的更多，每年大概我们都会举办10多场活动，也是非常火爆的，因为这些学校确实也算是中国的比较顶尖的这个名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给这个就是海外的这个中文学习者，我们也在提供一些可以学中文的，由我们资助的哈，不是说学生不付学费，这个其实是由汉考国际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来资助海外学生免费的一个中文学习，一个在线课程。如果老师感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联系我们。另外的话，我们汉考我们也在加强海外的这个媒体宣传。其实这一块是我们原来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开通了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海外的媒体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平台，从去年开始还是比较受到关注。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也联合复旦大学，我们在19年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学生的一个实习的一个计划。其实这个实习计划我觉得对我们的特别是高中阶段的这些学生，包括大学的学生是特别有吸引力。我们当时组织了英国的比较顶尖的一些大学的一些学生，还有一些是高中刚毕业的一些学生，包括美国的，我们当时来了不少美国的学生，都是在美国排名特别好的，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大概都是前50大学的这些学生。因为他们有些学生他可能没有在学中文，但是他对中国很感兴趣，他对这个企业的实习很感兴趣，他希望对未来自己的职业发展有一些我可以提前去体验。所以我们就组织这些学生到什么呢，到中国的比如说一些互联网公司，一些智能制造的一些公司，让他们去体验去实习。那么同时呢，我们会给他安排一些中文课程，让他去学习中文。所以就是以这种实习的形式带动他的这个中文学习的这个热情，效果也是非常好。我们19年组织了一次，学生回去过后，因为这个都是短期的，有些是1个月，有些是2个月。那么实习完过后，我们还会带他比如说到广西、到成都这些地方去做一些旅游的一些拓展。比如说他们这个有一些国际社区，他们在里面比如说会组织攀岩呀，这种叫什么漂流啊，就是让学生觉得哎，这个活动是特别丰富的一个活动，也挺受欢迎的。另外的话，我们还在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这个海外的一些交流项目。其实这个教育部在那个就是中国的教育部，它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现在其实比如说在国内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剑桥国际学校，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国际学校，包括他们的一些课程，所以我们其实也在往这方面去进步吧。我们也在联合国内的一些院校，当然美国如果将来比较这个叫什么，我们条件比较成熟的话，其实美国也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海外学校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建设，这个有很多其实是 K12 阶段的，包括我们最近也在帮中国的一所大学在海外给它建立一个分校。我们原来的其实比较传统的就是我们叫考试中心，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新的这个项目，因为原来我的考点它只承担我考试的功能，在未来的话我们其实我们做了一个跟学习相关的，我们叫学习测试中心。那么未来我们会为我们的学习测试中心提供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一些教学资源和一些学生学习的资源，包括未来学生来留学的一些资讯，实习就业的一些资讯，我们都会放到我们的这个学习测试中心里边去做这些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是提前透露了，我们最近准备联合中国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大学，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大家都看到可能会经常媒体有一些炒作哈，说中国的这个上清华为什么说这个学了一个五级学了一个四级就可以上，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哈，因为它的考核标准其实也是非常的严格的，所以我们未来会联合这些大学会做一些叫我们的一些来华留学的一些预科课程，就是说因为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是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想上清华你要想上北大，它的这个课程体系可能更多的要与国内的课程体系接轨，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套课程过后，我们可以放到海外的这些学习测试中心里面去做一些教学，他不但学中文他还可以学一些这个学科的课程，我们觉得也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欢迎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有市场推广方面这个需求的一些我们这些学校也好考点也好，可以向我们申请这个中文学习测试中心，因为这个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一个项目。我们在这个学测中心其实已经提到了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内容，比如说一些课程资源、教学教材、教师的培训，就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些活动，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老师的一个考核的一个测评的一个服务，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叫国际汉语教师证书的一个考试的一个服务，另外的话呢我们对比较优秀的一些学生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适当的一些比如说像考试的一些奖学金支持，这个我们其他的语言考试也有，比如像雅思他们也有这种优秀的奖学金，包括还有一些针对老师的，我们有一些汉考自己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关于教学关于这个测试的一些科研项目，这些是面向全球的老师都可以开放来申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对接一些国内的院校，我们会长期给他提供这个招生和宣传的一个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未来也会引进一些国内的一些教育资源，比如说这个海外学习测试中心，我们可能比如是一个面向中小学的，那么我们就会在国内找一个比较好的中小学或者是这种国际学校来把这个两方做一个链接。我们这个中文学习测试中心因为算是我们考点里面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哈，所以我们这个现在审核还是比较严格，我们目前在全球的六个国家，我们因为考点全球156个国家有1200多个，但是这个中文学习测试中心我们从20年过后我们目前只设了6个，因为这个筛选的比较严格标准也比较严格。那么这个中文学习测试中心呢我们也是这个中国教育部2021年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个学习测试中心呢未来我们还会给他们派一些就像咱们这些中文老师一样，我们会给他派一些老师过去，那么这些老师呢也可以享受我们这个项目上的一些津贴。
另外的话，针对老师，我们其实原来每年都有，特别是在国内的老师哈，他们每年都有到全球各个地方去观摩，去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一些机会。那么其实也有很多选择去美国的这些项目，比如说有些他会去选择去英国的这个 UCL， 他们这个教育很好，我们会带他们到当地实际的这个国际学校中小学里面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教学是什么样的。这个是我们中文学习测试中心的一些，我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了。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选择 HSK， 或者为什么选择这个中文测试。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说，我们归纳了几点，不一定全哈，因为学生学习中文的动机会有各种各样的。那我从这个应用层面来说，就是说目前这个HSK 目前是留学中国的一个通行证，它是中国教育部目前唯一认可的一个语言考试的一个标准。这个可能不像雅思，它可能还会有这个托福，对吧？这个咱们的这个托福在和他们就是都可以使用。那但是目前作为汉语水平的话 ，HSK 是唯一的一个。那么另外的话，我们也会未来给学生提供很多的这个实习和就业的机会。我们前段时间还给我们的老师们应该都知道这个抖音，它的母公司字节，我们给它招了很多海外的这些比如说在大学学中文的这些员工，他们达到 HSK 一定水平过后，他们就可以申请中国的这个企业。那么实际上他最后的服务还是回到他的国家，比如说美国，他可能回到他的国家去就业，所以对学生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包括我们还在做的一个来华实习的项目，这个可能更多的是跟高中和这个大学相关，就是不管你学没学中文，你都可以来中国做这种实践。比如说有些比如说像这个于院长这边，他们的这个大学很多学生，我们原来更多的是体验这个语言，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学生对这个企业的实习，包括对未来他跟他专业相关的实习是很有这个需求的。而且欧美的这学校对这个实习他一般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同时呢，我们未来这个考试呢，我们也在推动现在国家成立了这个移民局，我们一直也在推动将这个 HSK 的这个语言水平未来更多的与我们的来华申请工作签证也好，包括我们的外籍人员来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等级的认证也好，其实现在是已经有了，对外籍人员来华工作，它 HSK 是可以作为一个加分项目的，其实最高是可以加100分，它的总分是最高可以加10分，它的总分是100分，占比也是比较大的。另外的话，现在这个 HSK 它也是比如说学生要申请我们来华留学的一些奖学金啊，一些夏令营啊，它必要的一个语言的一个标准。我觉得通过这个语言的学习吧，其实语言是一个载体，它可以让我们的学习者更广泛的去了解我们的这个文化，了解我们的这个更多的，我们觉得了解我们的国家。因为咱们这个教中文，我相信大家都是对吧，是比较有情怀的一些这个老师，在长期从事我们的中文教学的这个战线上。这是我的一个联系方式，有兴趣的老师也可以加一加。未来我们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项目和我们的一些资源是都可以共享给大家。那么大家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美国的这些考点去获取。这个是我们主管美国北美市场的曲山老师，他今天也在线，他的联系方式我也留给大家，包括一些市场项目的一些咨询和一些我前面提到的一些项目的洽谈、考点的设立、协议的签署都可以跟我们联系。那我今天的分享内容主要就是这些，我可能更多的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些介绍性的和一些资源分享方面的，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是想了解的都可以提出来。好，谢谢各位老师。感谢小龙老师与我们的分享，想必大家对汉语水平考试全球中文测试体系有一定的认识。现在我们请后台小主持人
朱老师提问一个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提问一个问题。超时了，不好意思。我没问题，没有关系，因为这个对于所有的汉语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享。就是通过刘老师的介绍呢，就是可以看出国际汉考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但是又很完整的评测服务体系。它不仅是个，就是通过之前了解呢，可能很多老师都觉得汉语国际汉考可能就是一个考试，但是通过您的介绍呢，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充满人性化的，为全球中文学者提供了很多机会的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让身为中文老师的我们呢，感觉作为文化使者，我们肩上的任务就更重了。然后我就代表大家提一个问题，是关于教师资格证的，汉考国际提供的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前身叫国际汉语教师证书，对吧？是官方认可的唯一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吗？对，是的，是的。目前是作为我们教中文这个老师里面，就是至少是在中国是目前唯一认可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就是和还有就是可和其他的各种汉语教师资格证相比的话，它的效力如何？我们在中国有两种证书哈，一种叫教中国学生的这个教师证书，这个有中小学的，有大学的，这个是教国内学生的。但是教留学生的这个证书，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叫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其实我们也给这些目前的这些持证人员，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机会。其实跟我们前面讲到的，跟学生提供的这个机会是差不多的。我们会给针对我们这些获证的人员，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国际上的一些比如说跟我们教学相关的一些资讯。因为我们可能在美国，但是你比如说像看看英国的这个教学是什么样的，其他国家的这个教学是什么样的，我们会在这个平台上为各个老师提供很多的这种资源。那么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这个持证人员，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去组织我们的类似于像今天的这种教学的培训。那么这个教学的培训是比较多元的，就是可能不光是我们可能美国的老师，比如说我们像未来要请的刘乐林老师啊，对吧，我们还会比如说请一些就是在全球的这个领域，中文教学领域比较顶尖的这些教授们，让他们来讲一讲他们对这个语言教学，对这个中文教学他们的一些看法。我们每年其实都会组织好几期，这个我觉得跟老师是非常相关的。而且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培训，我们有一些继续教育的课程，其实对老师的这个能力上的提升，体系的提升，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另外的话，老师可能就是比如说有些老师不好意思啊，比如说有些老师现在在美国教，哎，那我未来我想去英国教，我想去其他国家教，可不可以？可以。其实这个证书它其实不光是在国内被认可，可能我们现在外派的一些老师他需要持证才能被派出。那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这个证书比如在新加坡，打个比方，就我前面介绍的这个德威国际学校，他们现在在全球，因为他们在全球都有他们的学校，未来他们还会在美国去开他们的国际学校，他们对这个中文老师的招聘就要求你必须要持有这个证书，是作为我招聘你的一个入门的一个门槛。那这种的很多。好的，那就谢谢刘老师这么精彩的跟我们分享。我将会把大家在 chat 里面的问题呢 save 下来，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再跟小龙老师啊还有于教授跟他们询问，让他们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然后接下来今天晚上我们还会有自由交流的时间哦，所以还是不要太早离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吴老师来介绍大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 GMBC 汉考中心。好，大家好，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的，听到。非常感谢刚才刘小龙老师为大家介绍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一些内容，因为这些内容真的是，我还记得他说的那两个字，就是机会，就是这些考试真的给了我们学生很多机会，然后给了我们老师包括我们的自己的学校非常多的机会。
那么借着机会这两个字呢，我想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自己呢，我叫吴振廷，我现在呢是大迈阿密亚裔商务联盟汉考中心的服务老师。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居家网络考试，我们会提供全美范围内的居家网络考试。对于学生来说，他无论在美国的哪里都可以参加。我们在十二月还有最后一次的居家网络考试 ，YCT 就是 Your Chinese Test。能够把你的视频分享一下吗？我正在分享，看不到吗？哦，你没分享耶。我们请刘小龙老师stop sharing 吗？哦，为什么我这里看到的是正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看到的还是可以了。那您现在再分享一次。好的，好的，等一下。嗯，好。不好意思，我讲这么久，大家现在能看到吗 ？Yeah， 可以了。好的。刚才讲到就是，对于小学生和中学生呢，他们可以报考 YCT， 就是 Youth Chinese Test。这也针对我们很多的现在在美国当地的，尤其是佛州当地的中文老师，就是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来报考 YCT 考试。当然 HSK 考试呢，只要你的学生的能力到，他愿意可以考的话，HSK 也是有六级的考试，还有口语的考试。其实 YCT 呢，如果大家在官网，在就是汉考中心的官网可以看到他们的考试大纲，其实是与我们教学的课程是紧密相连的。它也比较简单，尤其是在一二三级都是有拼音有图片，所以他可以通过拼音来帮助他来选择一些他的还有他的图片来帮助他来选择一些他的答案。当然了，在我们的学生如果真的学习了中文之后，然后通过了 YCT 的考试，通过了 HSK 的考试，他们是得到了国际认证的中文等级证书，这让学生是非常非常自豪，非常骄傲，就让他们觉得学习中文是非常信心十足的一件事情。这是针对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当然了，为了我们的中学高中生还有大学生，他们想要去中国留学的话，我们也是为他们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包括我们大迈阿密商务联盟的这个汉考中心呢，我们会为他们提供很多各式各样的机会。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大学的申请推荐信啊，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就是跟中文学习相关的实习、夏令营、留学介绍等很多其他的一些机会。接下来看一下关于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机会为大家提供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已经有将20多个监考老师了，就是通过了他们官方的考试之后，你就会有一个监考老师的证书。那么我们呢会为佛罗里达本就是我们本州本地的一些考生提供实地现场的考试。当然现场的考试是有笔试也有机考，所以如果您是在佛罗里达州，不管是迈阿密还是到塔拉哈西的全佛州的主要的大城市，我们都是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些便利的服务。如果您愿意，您也想要就是通过这样的学习培训考试得到这样的一个监考证书的话，我们也是非常愿意帮助您。然后这样子您在自己的学校就可以为自己的学生来申请考试，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熟悉自己的学校，熟悉自己的老师，也是非常对他们考试也是很有益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们因为我们大迈阿密亚商联盟和我们的佛州的经济导报也是合作的非常紧密，所以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媒体专栏啊，发布教学及学习经验与成就交流的这样一些服务。接下来呢我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会为他们提供一些中文的学习教材，这样在今后如果本地的老师需要有一些这样的服务，我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就是非常
需要非常，就是我们自己老师作为一线老师非常需要的这样的服务。接下来呢，是我想讲的是关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考试中心会为学校和一些中文项目提供哪些机会和服务呢？比如说这样的一些中文考试，它确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学生，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一个学习中文之后的一个能力。但现在就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官方认可的全球认证的这样一个考试，它可以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汉语教学能力到底是到了一个什么水平，所以可以让学校，尤其是我们，其实我们在一线奋斗的中文老师都其实是非常愿意让自己的学校，自己工作的学校看到我们学老师是非常努力的在教学，然后学生也学得非常的有效果，所以让学校可以看到，哇，我们中文部啊，原来可以教得这么好，效果可以这么好，也同时呢也让家长看到，哦，原来我的孩子的中文但现在已经可以考过 YCT 一级了，真的就是他们也会特别的欣慰。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非常官方非常有价值的这样的考试的这个证书，就可以真的是让我们的学校重视我们的中文项目，也可以让这些成绩非常显而易见的数据可以成为我们学校在作为自己推广自己学校的时候的一些宣传材料。所以在我们自己作为刚才也像张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传播我们中国文化，传播我们的中国的汉字语言，在这些事情上呢，我们会为大家真的是添砖加瓦。好，接下来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问，我这里不会讲太多，因为其实刚才刘老师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比如说我们会讲到就是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可能一线老师会想要问说我需要在为了准备这个考试，为了我的学生准备比如说 YCT 或者 HSK 的考试的时候，要额外的去做很多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它我们从官网看一下它的考试大纲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和我们的教学内容是非常相吻合的。因为这个考试呢，是它设计出来就是为了要检测这个学生他最基础的，然后一级一级往上这样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啊，他理解运用的能力啊，所以它其实是吻合的，是不会是让你成为一个负担的一个考试。还有就是说，如果老师觉得那如果我的学生没有通过这个考试，或者是他考了没过又考了一次又没过，那这个是不是就会让我们的学校或者是我的领导觉得哎呀我的中文教得很差呢？其实这有两个，我自己认为呢，这是有两个不同的原因。第一，有可能是因为这学生他年龄还小，他还不熟悉这个机考的这个过程，因为他毕竟我们大部分是机考，他还要用鼠标呀去操作电脑啊，他可能不知道哎怎么平常在纸上写的他可能可以选一个划掉一个答案呀，这样子有很多考试的技巧，但是可能是不是用机考的时候他就不太会了，尤其是小朋友小学生或者初中生，他就有时候觉得哎呀是不是都是中文，怎么说的那个例题怎么我就听不懂了，可能会很紧张。所以在这方面他并不是真的证明说是这个学生的中文水平不够，也更不可能能证明说这是这个老师教的不够好。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你在做练习的时候，因为有一些练习题，然后在做练习的时候，你真的发现你的学生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在 assess 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真的有一些东西不太会。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他是普遍的不能去通过一些题型啊，或者是一些阅读题啊、听力题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给你的老师，来就是给我们一线老师一个，哎，敲响了一下警钟，看一看是不是自己的教学的这个方向、教学的教材方式需要一个调整。其实它可以是一个检测老师也是检测学生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接下来呢，就是我看其实我们有问到很多朋友都会问到说是不是有相应的就是一些材料啊
教材呀、然后练习题呀，确实是有，我们汉考确实是有，然后也在，其实大家都可以买到，然后也我也看到很多老师说好贵，这确实是好贵。我觉得在美国买书，不管在哪里买书，我觉得书一直都是很贵的一件事情。但是为了你的学生，其实我们也可以跟学校去，就是去交涉，去申请一些 budget 啊，然后去让我们的教学更，就是为了学生来考虑，服务我们的学生。所以在这个，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就是一心为大家服务，一心为大家提供机会。啊，这是我今天介绍的，非常快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汉考中心这个服务的一些项目。嗯，好的，谢谢吴老师的分享。我们大家现在能够看到我的屏幕吗？好，可以看。然后现在我先看一下大家的，我的主页是怎样的。这个呢，它可以很方便的，添加各种班级。就是如果你要教几个班的话，你只要再添这个加号。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鼠标的移动吗？很好。然后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添加各个班级。然后我现在比如说我进入中文一班，我为这次 presentation 准备的一个班。然后你在中文这班上，然后这个 CISO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不光是回家的作业，还有就是当时他们在网上做的作业。刚才我在聊天室里面还看到个问题，就是怎么给他们考试，这个也可以考试的。你可以先把作业给考试给准备好，到了一开始的时候，再把这个作业一放出来，他们就可以马上进行考试了。然后你加作业就是用这个加号，然后去加，然后你在加的时候就是assign activity。然后这个你进去呢，你会发现有两个页面，一个是 community， 一个是 my library。 就是 my library 就是你自己用过的或者存过的作业活动。然后呢，这个 community 呢，这个就是 CISO。 我认为 CISO 它的价值 99% 这个 app 的价值，它不同于其他的 app 的价值，就在于这个 community。 这个 community 是所有用这个 app 的老师然后把自己的作业给分享上来的。所以说呢，你就很容易的找到，就是说各种各样的，就是说你想需要的在特定年级和特定领域的教学资源。比如说如果你教几年级，比如说我教五年级，然后我想教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学科的。但是呢，这个对于中文老师不太友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中文不是大多数学校的一个常设科目，所以说呢，你找中文的就是教学资源就不是那么多。然后我的建议呢，你就选 all grades， 就不要选特定的年级，然后呢也不要选subject。 如果你是找中文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就输入 Chinese， 然后你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它已经设计好的作业。比如说啊，我就找一个教学写字的吧， tracing numbers for Chinese New Year。 然后呢，你这个是可以，如果你想直接用的话，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在这儿点一个新的话，它就会直接加到你的 library 里面去，以后你就直接找到了。然后呢，你可以直接用，或者呢，你可以在这儿把它进行改变。如果你是想直接用的话，你就直接 assign 过去。好，给哪个班呢？中文一班。好，现在它就已经过去了，然后你就可以到中文一班。好，中文一班就是这个作业了。然后呢，在这个作业的时候，然后就是小朋友，然后发给学生之后，学生他就可以直接在他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他可以记录学生的 written 的，就是写下来的作业，还可以让他们照照片。比如说这个是写作作业嘛，他可以直接写的，让他再可以照个相照下来。然后呢，他还可以给自己录个相，就是学生可以录，就是让家长录学生写字的情况。然后你像比如说写这些汉字嘛，你就可以看到他写的笔顺对不对呀，他有些哪些纸笔，哪些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学生然后如果还可以布置朗读作业，朗读作业的话，学生你还可以听到他的朗读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是
这个 CISO 就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看到学生作业的各个方位，它就比微信方便的多。因为在微信群里，我看到经常大家在微信群里布置朗读作业的话，大家就是直接把大家就是直接把音频放上来，然后呢，然后但是有的家长他就会有这个 complain， 我只关心老师给我学给我小朋友给我自己子女的这个评价，我不 care 就是其他学生的作业。如果你用这个 app 的话，你就可以很精准的给每个学生的评作业做很精准的评价，然后和可以让他们提供他们的建议怎么来改善。所以说我觉得 CISO 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说资源来进行网上教来网上教学资源的一部分。